我會有三個夢想：電話、 MP3 同埋相機。佢係好特別嘅呢樣嘢。 嗰下直情係晴天霹靂，好認真嘅，一個好靚嘅畫面，突然間粉碎咗。你係咪蘇志豪啊？<笑>人越大，我會覺得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係好重要嘅，有理想啊，夢想。 学多啲嘢啦，叻啲啦，去帮得更加多嘅人，嚟紧会越嚟越好咯，系啦。